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次专辑。这一次专辑是 Special 的第五张华语专辑，Body Body。对。没有常见的吗？里面有十首歌啦，那其中还有包括就是我们团员里面有人参演戏剧的一些主题曲啊、片尾曲啊和插曲都在里面。那 Body Body 这首歌是我们的主打歌，还有一首歌是安可，这两首歌推荐给大家。成员数不一样，当然就心情上会多少不一样，只是多或少而已啦。那我这一次觉得差不多，你觉得呢？差不多。还会有变化吗？成员的变化。在明天的签唱会是全员会到，还是就是今天的人数？就是今天的人，明天就是今天的人数。要不要说一下，就是团体已经走五年了，就这五年有什么感想啊？团体走了五年，很不容易耶。对，其实对于我们大家来说，真的就是一个机会，因为我们 Special 并不是特别会唱，也并不是特别会跳才聚在一起的团体，我们都是因为可米这个公司给了我们机会，让我们在戏剧上先有成绩，然后慢慢的壮大我们团员数，然后大家现在也都感情，我觉得这是一定骗不了人的，就是跟兄弟一样。那这五年呢，就是我只有一句话，大家都觉得，我真的觉得大家都辛苦了，真的辛苦了，非常辛苦了。那会觉得下一阶段的挑战是什么？下一个阶段，我想大家心里想的应该都一样，就是如何进步嘛。不管是在歌唱上，还是在舞蹈上，还是在主持上了，对啊，就是因为聚在一起，虽然说能量很强，可是其实讲真的，讲实在的，收益很小。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可以大家都各自在各自擅长的领域有所发挥，让大家都有能够找到自己的特色，这样。子弘跟那个韦静在那个旁边有一种那个微笑是代表什么？就是有话想讲，对，就是礼貌性的微笑。对，因为大哥在说话。对。他刚收到内裤啊，他有什么想法吗？迫不及待想试穿这样。跟他一起穿上吗？应该我们应该等一下约回公司一起试穿吧。会啊，我们会试穿，我会试穿。对啊。谁的赛型的大件？刚刚这样子。刚有人说自己是 XL 的吗？我看我自己是 XL。可是大家都是XXL。哎，那个老板什么意思？乱讲的。老板什么意思？这次换了新的唱片公司 ，MV 的讨论度好像也蛮高的，你自己觉得怎么样？很成功啊，谢谢大家的喜欢，真的有讨论就是代表有关注嘛。谢谢大家会看这样子，我觉得这个是重点啦。不管说这个 MV 的评论怎么样，那其实我们就是做到我们最大最尽力的地方，尽力了。对对对，那也很感谢就是记者朋友们啊，还有观众朋友们，就是会花时间去关注这件事情。因为粉丝们对你们期望好像蛮高的，对不对？你们会去看他们的留言吗？或者是我们对他们期望也很高、啊，我们也真的，我们也希望说，粉丝也好好读书或好好工作的，对，往自己的目标前进。那如果看到一些比较刺激的一些字眼，心里会受伤？我们心里其实不会，因为就是大家都出来五年了，应该都已经免疫了，对对，就是如果他说的是对的，然后我们自己也会检讨；如果他说的是错的，我们也不会打他。对。所以看完 MV 留言就觉得哦，都是对的。看有些是对的，对对，然后有些是我觉得不是我们能够决定对与错的，对。嗯。好了吗？其他成员要讲一下，是丰田这边的吗？稍微讲一下。讲什么？对粉丝讲的话之类。对粉丝说的话。对。希望我们会继续努力，所以希望持续的支持我们。你说制止还是继续的制止，还不错啊。
谢谢。谢谢谢谢